哎呀，这今天整的不错呀。嗯。你等着。完美。真辣。我给你试试，你来这个啊，高配版的，豪华高配版，这还差不多。你那吃不了，这玩意儿咋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个办法，吃点肉啊。这咱就清，这咋整？啊！干啥呢？配上猪蹄的鸡蛋的高配版的，老盖的麻辣鲜香啊！这份儿晶莹剔透的，有喜欢的老铁啊，左下角就拍一下。一天，这嘴跟漏了似的。给我一个呀！啥玩意儿？给你个饭都不算，给你一个。想吃煮鸡蛋，自己去啊。啊！想吃自己煮去啊！你给我等着。天天懒都不行，天天懒的呢。我那啥呢，搁手里的啥呀？手剥笋。不吃。你不吃给我拿来不行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么抠呢，爷们儿啊，吃个鸡蛋都不让我吃。这不是大虾吗？行吧，来，干啥？这还有大虾呢？这啥时候整大虾呀？不惯，不愿意吃鸡蛋。我来这个，你吃鸡蛋。那鸡蛋是高配版的，那大虾不是高配。哎，这好吃，那鸡蛋留给你。有道理。这啥时候整大虾呀？这味儿不错呀、啊！有喜欢嗦粉的老铁啊，咱家这个纯红薯粉，然后麻麻辣辣的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啊。有喜欢吃的，咱们直接去拍就行。干啥呀？那吃点瓜皮不就完了吗？这是给你吃的吗？
这老娘们整不了了，啥时候整大虾都不知道。他大虾我跟你说整。完了，虾面条鸡蛋也没了。哎呀，今天还有大肘子呢，今天活着真不错呀。啊，哎呦，这肉真香。干啥呢？香不香跟你有啥关系？天的，我跟你说，都我的瓜皮都可以吃啊，都我的。干啥呢？啊，你给我一个呀。啥玩意给你一个呀？这把搁这摆着是我自己吃的，不是给你准备的。一天干啥不知道啊？啊，啥也不想吃好吃的，门都没有。嗯，这味儿。真不错。你等着瞧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太瘦了。干啥呢？对不起啊，我都不许给我动啊！我不吃啊！回来少一块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咋这么惯着他呢？我一块我都不给他留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嗯，干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我不让你动是吗？那我说话当面方是不是？整不了你了，吃你的，吃大葱，给吃大葱，吃大葱的。老弟啊，咱家酸辣粉真的挺不错的，味道啊就属于那种口味重一点的麻麻辣辣的，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啊。23.9块给大家发6桶，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啊。我天天跟他吃点饭我太憋气了。有道理。喜欢嗦粉的去拍啊、哦！哎呦我的妈！